Hello， 我是早早。冰箱里剩的马蹄还有雪梨啊，我随便打了个汁，竟然也非常好喝。于是呢，就随便跟你们推荐一下喽。马蹄随便几个，一个雪梨切块，马蹄最好焯一下热水清洗干净，凉白开450毫升，破壁机果蔬汁模式。现在南方的天气还是挺热的，可以打常温的果汁来喝。北方入秋的同学可以用豆浆模式打成热饮来喝，无论是冷热，口感都非常的清甜。夏天喝清爽，秋天喝清润去燥，建议你们都试试哦。